在北京怎么逛南锣鼓巷才不吃亏？北京作为必逛的胡同之一，虽然好多人说商业，但是从元代起它就已经是商业街了。友情提示，这儿的东西咱看看就成了。可以拐进东棉花胡同看看，不远处就是国际章的母校中国戏曲学院，没准还能遇到明星呢。对面的雨儿胡同是齐白石纪念馆，后延安寺胡同是茅盾的故居等等，在胡同里感受一下北京文化和建筑。逛累了还可以去高如故吃点甜品，这沉甸甸的芋泥桶至少得有1公斤重，一大口下去一整个被芋泥腌入味了。此时应该想起一首歌，与你相遇好幸运，这芋泥的香味特别浓郁，很快这个味道就在嘴里散开了。底下的奶冻和西米也不是很甜，中和起来还挺好吃的。还有这个鲜椰奶冻， QQ 弹弹，白白嫩嫩的，这椰奶味挺浓的，吃起来挺清香的。这奶酪盒子也是他们的抢手货，这抹茶味不甜，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冰激凌，不过我实在吃不下了，打包回去再吃吧。不愧是国潮点心高如故，京城的一抹蓝色抹进您心里了吗？